Martin. Martin. Bye bye.Hello， 各位玩家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密欧，又到了每周的英雄新手教训时间。那本期要介绍的英雄呢，就是我们的野蛮人桑雅。其实野蛮人桑雅也是一个我蛮喜欢玩的一只角色哦。到底有多喜欢玩呢？其实他我那一只角色我已经十级了，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钱可以凑出来去打，去买他的那个大师级的 skin 哦，这一点真的是蛮可惜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之后一定会存到他的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之后啊，上次昨天呢又手滑买了一个加之鲁维，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有好一阵子买不到他的大师级 skin 了。可是野蛮人的大师级 skin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真的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。好，还是一样，先把视角转到野蛮人身上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野蛮人的这个技能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指他的怒气。好，那他的天生技能是，当你离开战斗四秒后，会增加10%的跑速。好，这个算是蛮不错的。那接下来是他的 Q 技能，他的 Q 技能是射出一个有链子的飞剑。那这样射出去之后呢，野蛮人就会被拖过去。那他跟上一场我们是不是讲了一个勾匪？那他跟勾匪差别是，勾匪是勾出去之后，他会把人给勾回来。可是我们的桑雅呢，是当你勾出去的时候呢，桑雅会过去。好，所以不同的英雄会有不同的用法。好，那个缝合怪算是一个开弹脚，那野蛮人他也可以，但是他勾过去之后更倾向于是用这各种攻击技。好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而且他比坦又再稍微软了一点。好，所以严格来说，如果真的要选坦克的话，他只能算是一个半坦半战士的一个角色。好，有的时候也是蛮软的，当逆风的时候更是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呢，是我一个最常用的这个技能，应该算是野蛮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技能，就是他的 W。他这个 W 啊，是那种砰砰砰、砰砰砰，打起来音效真的是这样，就是让我想到那个黑眼豆豆的嘣嘣嘣。好啊，不好意思，被人唱起来，那唱的有点难。OK， 那这个蹦蹦蹦呢，它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技能，而且它的 CD 才一秒，等于说你可以永无止境，只要你怒气够，你就可以永无止境的蹦蹦蹦、蹦蹦蹦。等一下在影片当中应该会有示范到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它的一技能，其实蛮适合拿来打野的，而且当打野的时候，你不是会一直遭受到攻击吗？可是如果你用这个一技能转圈圈的话，它不但是一个范围技。而且他还可以回血，哇，他每次都还会回血，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技能。好，这个力就是上下坐骑啦。好了，那大家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开始来看吧。噔噔，其实只是按开始而已。好，那这个 RB 系统其实有点讨厌，因为他刚好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每次看那个天生技的时候，二三都会被挡住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会细心的为大家解释的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害怕。那这一次呢，对不起，我又要再按一次暂停了，不要恨我。可是这一次我一定要稍微跟大家说一下，是因为这一次我带了一位，也是一个漂亮的妹妹呢，她叫做 Sarah Stone。 如果是玩星海的玩家，应该对于我们的 Sarah Stone 是非常不陌生的哦，因为她刚好也是刚来打这个暴雪英霸，那我就跟他说怎么样让姐来 carry 吧。那 Sarah Stone 呢，他是表示说真的吗？那请你带我来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组队来了。那我另外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叫做鸵鸟，他是玩别的游戏的哦。那他这次是也是过来，就是他刚好就是运气很好，他有抽到账号，大家不要嫉妒他好吗？那所以呢，他这一次我就带了这两位新手一起玩。其实原本我想说，大概会死得很惨，因为大家都没什么经验。不过看来是不用担心的。好，这个第一层呢，我们点的是一个三，就是把你的被动技，你会发现它改成一个 D， 按 D 技能就可以增加怒气值。我应该开场我会按吧？好，有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怒气多了一点。可是他的怒气条跟那个魔力条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搞混，就会很想要回去补魔，你知道，感觉这魔永远补不满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里，这个地图通常开场大家都会先哦，好，勾到了一个泽拉图凯，有没有办法把它给收掉呢？不过后面我可以看到勾北整个来嘛，嘣嘣嘣，再来嘣嘣嘣，再来嘣嘣嘣，有没有收掉？再一个嘣嘣嘣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是不是没魔了？哎呀，本来想 Q 一下看他们回魔了，看来是来不及了。可是因为队友知道会跑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再去我就没什么意义了，所以我就干脆先下来，而且我也没怒气了，老实说。
好，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的萨拉呢把我们的这个塔萨达给定住了，而且塔萨达也跑不了了，所以他们又再收掉了一个，在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普攻其实也会回怒气，不过他一次只有回一滴滴。我曾经有计算过，当你嘣嘣嘣一次呢，你大概要普攻六下。所以又而且如果说对面刚好很多人的话，有时候真的超麻烦的，所以你要特别善加利用你的 D 回复你的怒气值，还有你的 Q 也可以增加你的怒气值，只要你善用得当的话，那尽量保持你的怒气是在50以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你可能要团战的时候，那像这样子的怒气，你就怒气值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你会发现我头上突然亮了起来，这代表什么？塔萨达他的天生技能是可以开一个地区的视野，那这个地区的视野包括隐形角都会被看到。哦，我们的伊利丹还想要从后面偷偷的来哦，被我们给看到了。这个兽魔猎人表示愤怒，想要过去哦。不过我是赶快跑了，因为我前期你知道，前期坦跟那个都会比较软一点。像是迪亚博啊，也是十级前都软的跟什么。好，这一个 QQ 了过去。好，塔萨达有没有发现他不见了？好，因为他开了一个无敌技，那这个无敌技能就会让他短暂消失一下。好，然后之后你又看到他为自己套了一个护盾。好像打野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直在回血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我按这个一技能，原地转圈圈，回血就会回蛮多的。所以，然后再 Q 过去，给他一个蹦蹦蹦。好，再一个蹦蹦蹦。本来想再赶过去给他一个蹦蹦蹦，后来想说算了，不要跟他计较，其实蛮怕死的。好，这个呢，后现在我们又点了一个士，你这样被遮住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个士呢，你的 W 技能的伤害会增加 50%， 但是你的怒气消耗会消耗到 20%， 本来是不是10%，现在要消耗 20%， 我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 Q 技能你要稍微看一下，其实蛮危险的。其实我现在的怒气值是全满的，所以等一下其实可以找机会来用一下。哎，看出来再吸个血，哎，不要浪费了。你看这样补了不少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没有血的话，你可以利用你的E去吸血，好，利用你的E去吸血，这样就很容易吸满。你看这样用，你看这样血是不是上升的很快？好，补攻一下，再吸一下血。好，然后再利用低回一下怒气，怒气就满了，整个就超棒的啊。现在我们的队友啊，他们都在拿野怪，拿野怪。刚刚有人在打中，应该是我们的兽魔猎人想要去用。好，这个 Q 没有 Q 到。其实兽魔野蛮人的攻击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怎么样，先一个 Q 过去之后，再各种的蹦蹦蹦，有没有？再一个蹦蹦蹦，然后过去一过去一过去。但我只是先用他一下啦，因为我想要帮他制造一点压力，让队友可以顺利解决，因为下面的队友还蛮多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又升级了，这次因为我打的是一个防守型的野蛮人，所以我这次选的是一个会消耗你的怒气值，可以回趴你 10% 的血量上限的血，真的蛮不错的。好，可以看到我现在利用E在打野，在打野的时候可以尽量尽情的开你的E。好，这个开一呢，就是可以让你回血回很多，这样你在打野的时候就不会消耗太多的血。好，在这一点上面，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然后再利用这个 Q 技能哦，来吸一些那个吸一些怒气。说过怒气值要尽量保持在满的状态下。好，这样好，赶快利用这个先回一点血。好 ，Q 过去，蹦蹦蹦，有没有办法？再来一个蹦蹦蹦。你看消耗其实蛮大的，再一个蹦蹦蹦，剩下的怒气再来回个血哦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消耗太多的血，然后再利用 D 再回一下怒气，就是大概攻击顺序就是这样 ，Q 过去各种的蹦蹦蹦，把所有的蹦蹦蹦通通都送他，好，然后再替自己回个血，用个 D， 其实野蛮人的攻击方法就算是蛮简单的。当然你开大的方法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说大家蓄势待发，好，一个过去，再一个蹦蹦蹦。要不然血少都不好打。好，这时候你可以发现我又使出了另外一个技能哦。好，这个技能比较特别，就是你会发现巫医他用了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其实本来可以把人都关进来。好，我现在 Q 过去把人给收掉哦，然后赶快再绕跑。OK， 跑掉了。好，我刚刚讲到一半，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
对面的这个巫医呢，他有一个会从底下跑出一堆的食尸鬼把你给圈住。那其实野蛮人的一还有另外一个用法，他可以无视地形的移动，无视地形。这边的地形就是技能的东西，所以塔还是一样，你穿不过去啦。可是你可以穿过你队友，穿过你的敌人，或穿过任何可以阻挡你的东西。所以如果遇到巫医的话，你只要你就移出去了，在这一点也算是蛮不错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已经拿到45了，所以我们想说先下去把东西给收一收。那队友呢在这边收人。好啊，刚刚他先用那个花野菜把人都定在中间。哦，两个都没血了，哦，又追出去了，感觉很爱打。我本来想要用的，可是好像有点来不及。哎，没有 Q 到，只好哦，破头了。这时候就尴尬了，大家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吧？我想说回头先帮队友，先不要追人，人可以慢慢追，但是队友还是要先顾好。好，现在我们的，哎呀，这个巫医真是的。好，一样，开个一，有没有无视地形的逃过去？哦，哇，被收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赶快准备回去防守，因为对面会比较多。我说过，骷髅的多寡就会决定你们家的怪呢到底会有多大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家的怪大概这么大，可是对面的就比我们大了一点。好，越大越高越强，它代表它越重，在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雷诺呢在那边打那个奶牛爸爸。可是因为我们都在牵制敌人嘛，先赶快保护我们弱小的过去。因为我是打算先吃完这个之后就过去用啦。其实我觉得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，这个就是隐形角，特别注意一下。所以我们兽魔猎人算是蛮强的，他蛮会玩的，所以我就干脆先过来用。因为吃一次之后我要下去先守一下家，毕竟敌方的敌人这个60是很多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一直用一在吸血。好，趁我在吃野怪的时候再介绍一下，我第一个大招呢就是会哦，然后就哦过去哦，并且晕眩一个范围内的敌人。哦，这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控场技，只是你在跳进去的时候你要稍微看一下敌人是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你有主坦的话，那你最好哦的对象是你的后排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敌方的后排。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拆散他们的阵型，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，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你可以发现现在敌人现在正在帮忙推塔哦，所以这个敌人算是有点强。赶快清哦，喵！好，这一次的哦有哦到我们的巫医了，赶快给他多打一下。不过塔萨达帮他上了一个盾，看来我是不妙了，我赶快用一的方式在逃走哦。其实我没什么血，不过我还有这个保命石，有必要时刻啊吸一口比较没事。不过你发现我一直还没有配点，那是因为我实在是没什么事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点的如果说没有点错的话，我通常都是点三。这个三呢，也是增强你的 W， 就是你的 W 技能在第二次打的时候呢，下一次攻击它会就是减少 50% 消耗。不过如果说是很顺风，其实你也可以点这个啦，这个增加 30% 的距离啊，还是什么，这个都蛮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打算把中间清掉，所以我赶快再开着。不过他塔萨达来了，哦，我们的队友蛮给力的哦，鸵鸟的一个喷射把敌人给杀死了。这塔萨达，我只是过来探个图，就把我给打走。哦，这勾肥，好，我现在哦进去，先把这个刺客先收掉，再回头去收他们的塔，这样子就会比较好。那这个伊利丹一进去就一不出来了，直接倒在地上。看来我们这一队还是还蛮给力的嘛，虽然带着点失手，但是还是打得不错的。好，随时随地的按下，只要保持你的怒气值够的话，就可以保证你的血量。所以像这个 D 啊，这个 Q 啊，都要记得按。好，那补血的话，只要你血少的话，你都是可以按一下，把它给补起来。这一点都是蛮重要的。或者是你可以按一补补你的血，这些都是在于你个人的选择。好，像我这样 Q 过去几个怒气，再用个一。不过我当时是不是忘记按 Q 啊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现在看到这边，怪怪。好，你听到当你听到那种的声音的时候呢，代表还有30秒呢就要啊哇，没有救到我们的沙拉哦，一
一样 Q 过去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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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好，就是一打打出你的蹦蹦蹦，基本上对面就差不多该死光了，对嘛？好，然后在打野怪的时候，一样就是按，这个就是野蛮人最基本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在打团的时候，尽量利用你的 QW， 逃跑的时候可以按一，好，那你的 D 随时随地回复你的武器。但因为现在15级了，其实我们也差不多该去打野怪了，在这一点还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赶快把它给清掉。所以你看，我直奔中间的野区，驾驾。好，一样 Q 过去，先来一个这个，然后再一个蹦蹦蹦，看蹦蹦蹦，这个蹦一下400多，400多真的很多好吗？因为有少血，我们先用一下，你不要说快没血才用。这样万一敌人过来 gank 的话，你就会很麻烦。好，再利用你的 Q 和你的 D 恢复你的怒气值，让你可以更快的把这个大姐吃掉。好，在16级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也可以点2啦。这个2呢，就是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在 Q 的时候，就算 Q 像空气，你也可以被拉过去。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如果说你 Q 到的是一个空气的话，那就不会有怒气值。好，这一点要特别。不过我是点5，因为毕竟虽然说是顺风，可是我还是喜欢稳着打，所以在这情况下我最后还是选择死不输，因为这一次我毕竟要展现的是一个防御型野蛮人的点法，所以我还是照规矩来点，不然其实可以点点2，这其实也没有错。好像你看他这样子就逃不了了，本事你看哦，雷诺又回血了，然后我再过去把他给处理掉，雷诺表示 good job。好，那像这样就有点危险了，要赶快跑，再利用十步数给自己套个盾。哇，这一个 Q 没有 Q 到，因为有点太远。好，所以如果当时我点的是这个2的话，其实我就可以直接过去处理了这个高飞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利用那个塔萨达利用无敌把它用了起来哦，所以造成我们的兽魔猎人没有办法打到他。可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因为到那个无敌只有短短的几秒而已哦。你如果一直无敌的话，大家都不用赚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其实也蛮不好的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还是一样，就是先赶快把这边给清光，清一条路。那对面的因为只有一点点是零趴，其实你不管它也没关系，那个一下就清掉了。那我们赶快再带着我们的 boss 一起的往前推。好，那讲到这边，其实大家就会发现，诶，兽魔猎人其实还蛮……对不起，讲错了，野蛮人其实还蛮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保持你的怒气值，冲过去，哦，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啪，啊，这样其实就是可以的，用音效就足以代表一切。好，赶快冲进去，各种的嘣嘣嘣。好不，因为有点危险，开始不速逃跑了，赶快开一再逃跑。好，现在敌人一直回去在用哦。现在我们的重要任务呢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大怪。他这个大怪他就一直打他，而且你看打得很痛。所以说等级越高，你的野区就一定要强，下面的 boss 一定要拿。好，耶，我们赢了。好，那今天的 RP 解说就结束到这里，希望我们的野蛮人的这个配方呢，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